大家好，上期讲到东北三省沦丧，老乡们呢悲哀地唱道：“高粱叶子青又青，9月18来了日本兵，先占火药库，后占北大营，杀人放火真是凶。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，一枪未放，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。”当时啊，高志航在枪声和火光里一定在想：鸦片爱好者是一个爱国者吗？他很容易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。于是他安排高丽啊，把不到3岁的大女儿高丽良带回通化老家，小女儿呢则送到了妹妹家。他告诉高丽啊，他要立即去南京寻找抗日的机会，现在不走就怕以后走不成了。高志航当晚便乘火车逃往了关内，然后直奔南京航空署，要求驾机抗日。按说啊，这个鸦片爱好者呀，对他还真不薄。在东北军飞鹰队的时候呢，每次演习，他都能凭精湛的技艺博得各种的嘉奖。有一次呢，还发生了一次事故，他的右腿被弹出的操纵杆儿给打断了。经过了2次手术，但是呢，他的右腿比原来还是短了1公分。按道理啊，这是肯定不能上天了，但他不。他坚决要求重返蓝天，试飞居然成功了。张学良十分感动，当即呢任命他为飞鹰队的队长。但是啊，当高志航看到鸦片爱好者在民族劫难的时候的表现，便义无反顾地永远离开了飞鹰队。航空署的官员啊，一看见他，欣喜若狂。告诉他耐心等待，中日必有血战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他培养飞行员。他们呢，先任命高志航为中尉飞行员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呀，亲眼目睹了高志航的精湛飞行技术。随即呢，立刻任命他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副总队长。其实高志航啊是没有什么党派政治观念的，他要的只有一个，打日本，谁打日本我就投谁。中共如果那时候有空军啊，他一样也会去。然而，当他在剑桥航校专心致志地向学员们教授飞行的时候，一个重大的抉择摆在了面前。他离开东北不久啊，有一天早上，他的俄罗斯妻子郭丽亚就把2岁的大女儿交给婆婆李春英，然后呢，她像中国人一样给公公婆婆跪下来磕了一个头。高丽良长大了以后啊，才知道这就是中国人托孤的意思。磕完头，歌丽亚就站起来走出了家门，一去不复返。郭丽亚来到了剑桥，找到了她的中国小个子罗密欧，两个人又幸福的团聚了。然而，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来啊，这个国民党革命军的空军呢，他跟这个鸦片爱好者的飞鹰队啊是不一样的，纪律严明，制度呢比铁板还硬。有一条规定就是，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，无法通融。你要么选择跟郭丽亚过日子，要么选择嫁鸡御狄。高志航选择了后者。高志航与郭丽亚离婚了，
但是呢，小个子罗密欧啊，就耍了个小心眼儿。他呢，表面上离婚了，实际上呢，他就在远处啊租了一间房子，仍然和郭丽亚生活在一起。他不在乎那张结婚证，郭丽亚更不在乎。然而啊，他的偷偷同居被发现了，现在呢是该上峰选择了，是让高志航脱下军装去做个平民来维持他们的爱情。还是这上司们啊，考虑了很久，他们实在是舍不得让高志航离开初创的空军。这些人都是内行人，他们太明白了，高志航这样的飞行奇才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对日空战意味着什么。于是呢，为了永绝后患，郭丽呀，被驱逐出境，在通话的高志航纪念馆里，你们可以看到陈列着郭丽亚给高志航的诀别信。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，你还是选择飞行吧，否则你会后悔终身，后悔一辈子。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，可以浅学。别为我啊，可以兼学的，别为我操心。一边是家，一边是国，泪流满面的高志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我相信高志航这样的选择，在今天百分百不会被人理解。高志航很忙，忙到顾不上想那些儿女情长，因为无数箭儿陆续叩响了剑桥航校的大门，其中呢就有这个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于大为家的老四于洋和，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家的老四张希固，还有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，当时的经济部长，后来的行政院长，战争罪犯翁文灏的次子翁星汉，这样的家庭的子弟，在后来啊，几乎都是要上哈军工的。但是民国既没有五六十年代的什么干部子弟学校啊，也没有八九十年代至今的那种贵族学校。即便是在不重学历、重才学的那个时候，北大呀、清华、燕京、南开，也一样对这些莘莘学子充满了诱惑。然而，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，这些官二代不但不移民海外，而且对那些名牌学府看都不看一眼。直接来到了注定要牺牲的剑桥中央航校。让我们看看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校训：清华大学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；南开大学，允工允能，日新月异；中山大学，博学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；复旦大学，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我们再看看当时世界名牌大学的校训吧。耶鲁大学，在我的平凡世界里，我就是不平凡。牛津大学，哪一个登上成功顶峰的人心中没有傲视群雄的霸气？京东大学，追随多数必然迷失自己，只能不怕孤独，继续自己想做的。早稻田大学，学问独立，培养模范国民。那
我们看看剑桥中央航校的校训吧。校训是：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，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。这个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的校训，刻在一个石碑上。古往今来啊，古今中外，可还有这样的校训？这就是那个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吗？这就是那个被鄙夷为一盘散沙的民族吗？一大批精英就聚集在了剑桥中央航校。很多人啊特别烦说这个精英这个词儿啊，但是你要是看了中央舰航校的这个故事，你真的就不会烦精英了。那精英就是精英，而且啊，那个时候的精英与现实的精英真的有本质上的不同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详细的叙述。好，我们下期见。